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我是彭建华。今晚的主要新闻有：食肆、酒吧等场所星期四开始，只要符合员工打疫苗等的要求，可以获放宽防疫限制。在疫苗气泡的基础下，本地游亦都可以有条件复办。印度新冠疫情失控，专家估计和当地出现三重变异病毒有关。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启动疫苗气泡，食肆星期四开始符合指定要求，包括员工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和顾客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可以获进一步放宽防疫限制，为期14日，会视乎实行情况决定是否再放宽。現在食肆堂食只可以去到夜晚10點，星期四開始將會分兩個程度放寬，視乎接種疫苗情況。若果所有員工打完第一劑疫苗，食肆可以劃出特定區域，堂食去到凌晨零時，由現在最多4人一台增加去到6人一台，宴會維持上限20人。若果員工完成接種兩劑疫苗2個星期，而顧客已經打了第一劑，堂食可以進一步延長去到凌晨2點，並放寬去到8人一台，宴会人数上限就增加去到100人。如果顾客不适宜打针，可以填写申报表并提交医生证明，以及出席宴会前3日内阴性检测证明。员工如果因为健康理由不可以接种疫苗，亦都可以填写申报表和提交医生证明，并每7日采样检测一次。提交虚假声明需要负刑责，可以罚款5000元。当局星期四之前会有专用应用程式给餐饮业界下载，扫描顾客针卡入面的二维码，区分食客有没有接种疫苗。另外几个群组聚会亦都可以放宽，前提是16岁或以上参与者需要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当中不供应食物或者饮品的婚礼，参与人数上限可以由现在20人增加去到室内最多50人，室外最多100人。被问到食肆员工等接种一剂疫苗就可以获放宽经营限制，是否足够安全？当局这样回应。你係話要係最佳嘅保護力，一定係打完2針14天嚇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咁但係而家咧，我哋亦都相信咧，就當我哋無論員工或者客人嚇，我哋嘅要求佢哋喺唔同嘅情況係打咗第一針咧，其實咧佢哋都係會打第二針嘅。咁佢哋咧嗰個保護力咧一路咧都係會增強嘅。呢一間酒樓已經準備好用屏風應付放寬之後要分開區域經營。不過負責人話，仍然有一半員工仲未接種疫苗。洗碗啊，或者廚房，其實佢哋年紀都係偏大嘅，可能係50多歲至60多歲不等。咁我哋喺執行上只係會勸喻佢哋去打，同埋要考慮一下自己嗰個健康情況。咁佢哋打唔打，其實就真心講，我哋就控制唔到。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打曬先可以去到那個12點或者是8人，其實都是相當困難。政府說會視乎實際實施情況決定會不會有第二階段放寬，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無線電視記者善智報導。疫苗氣泡下，酒吧、夜店等6類的表列處所亦都可以有條件重開，其中在5類場所顧客都要接種疫苗。有酒吧負責人認為做法不公平。停業多時的6類表列處所星期四亦都可以有條件重開，前提都是顧客要用安心出行。其中酒吧、卡拉 OK 等5類處所，員工和顧客最少要接種一劑疫苗才可以重開，並且營業去到凌晨2點。顧客人數是總容量一半，卡拉 OK 和派對房間每間房最多4人，酒吧等限2人一台。而麻雀、天狗等灑落處所只是需要員工最少打一劑疫苗就可以重開。呢間位於中環、佔地3000平方尺嘅酒吧已經停業5個月，負責人對於重開初期嘅生意唔樂觀。啲客人有權選擇，可能唔會嚟呢個酒吧度，佢就去揀去其他地方有得飲酒嘅地方去食飯。而家其實你基本上嗰度閘喺門口閘住咗啦，已經人哋都入唔到嚟。
入唔到嚟嘅就冇生意嘅，其實同你冇開冇分別嘅啫。他認為客人光顧食肆不用接種疫苗，但去到酒吧等處所就沒得選，做法不公平。當局這樣說，因為飲食酒吧是要除口罩，風險基本上是高的，因為做得不好的話，他們差不多已經是第一個，即會是受到牽連，受到即影響的。當局說，食肆和六類表列處所的負責人有責任要求客人出示針卡證明，客人亦都有責任出示正確的資料。如果情況就係話嗰個食肆明知呢個針紙係假，係唔係個本人嘅？我舉個例子，就係如果有人話啊喺門口度話，喂你邊個中意，你可以攞我個針紙去用㗎咁樣，佢明知嘅話咧係唔應該俾佢入嘅。我哋會即係覺得咧係嗰個即係食肆本身咧係都係冇盡到佢哋應有嘅責任。他又說，如果客人被發現是用其他人的針卡，等於提供虛假資料，按現行法例可以定額罰款5000元。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斯報導。本地遊亦都可以有條件復辦，前提是前線員工必須接種至少一劑的疫苗，每團包括隨團的員工上限30人。有業界說最快5月1日出團。旅遊業界早前同政府商討復辦本地遊，初步傾向條件是員工要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未能夠接種的要有72小時陰性檢測結果。政府公布的方案，員工只是需要接種第一劑疫苗就可以帶團。如果前線員工因為健康理由而未能夠接種疫苗，是可以用指定的表格向旅行社申報有關的情況，並提交醫生證明書，及咧係喺帶團前嘅7天內咧，係進行一次嘅鼻腔同埋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嘅核酸檢測。旅遊業議會預計措施星期4起實施，同日可以為業界登記重新辦團。又認為政府嘅方案比之前嘅討論更彈性。同我哋溝通緊就係可以相對嚟講長少少嘅時間咧。就係做檢測，就可能一個禮拜一次，變咗係方便到業界去安排人手啦。無論係導遊領隊或者係旅遊巴嘅司機，相對嚟講都係個彈性會大咗。我相信業界都歡迎嘅。旅行社協會主席胡景豪認同疫苗氣泡係大趨勢，相信業界會盡量配合。又話好多旅行社已經準備就緒，如果員工達到防疫要求並喺出團前2-3日完成收客，最快5月1日可以出團。無線電視記者翟瑞文報導。確診宗數方面，多8人感染新冠病毒，本地病例佔3宗，都係男性。介乎39至51歲，分別住在荃灣海之戀第7座、紅磡黃埔花園銀竹苑第4座和尖沙咀大苑酒店，都是與早前個案有關聯。至於5宗輸入個案，由日本和土耳其抵港的2人驗出帶有變種病毒，其餘分別來自印度和印尼。翻嚟新聞時間，支聯會向警方申請舉辦64集會，強調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等嘅綱領。被問到支聯會口號有冇違反港區國安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需要視乎證據。一黨專政呢句口號連同釋放民運人士等，係支聯會一直以嚟嘅5大綱領。去年64集會，警方因為疫情發出反對通知書，支聯會說今年會續辦，已經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港區國安法去年中實施，列明以武力或者非法手段危害國家安全即屬犯罪。支聯會舉辦64集會叫口號，又會不會被視為違法呢？言論無罪，言論無罪。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說，國家實行由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雖然叫口號不涉及武力，但支聯會綱領指向執政共產黨，有機會鼓動了其他人推翻政權。不得說你捉這個民族走法律，或者這個關民自由，結束一黨專政實際上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意思就是這樣的做法，這樣的提法已經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一條，本地亦都有呢啲同外部勢力勾結嘅敵對勢力喺度，
所以今次嗰個形勢咧，同以前係唔同。支聯會話五大綱領訴求合理，會繼續提倡。除非佢要禁止所有對民主追求嘅一啲組織同埋口號同埋呼籲同埋行動。如果唔係，我哋就咁去圍繞住佢定義咩口號係犯法係冇意義嘅。譬如我掹走結束一黨專政，我仲堅持要建設民主中國，兩件事其實相互相成噶嘛。咁唔會因為佢咁樣去隨便定義條紅線而去更改咯。多个民主派组织退出民阵，支联会话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成员数目冇太大变化。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被问到支联会口号系咪违法？今年系共产党嘅百年嘅庆典，咁啊大家睇得到喺共产党领导之下咧，国家喺呢几十年嘅起飞同埋为人民带嚟嘅美好生活啦。咁所以呢个尊重国家。嘅執政黨咧，呢個係我哋有嘅立場。咁至於不尊重去到咩地步咧，係會違法，咁就要睇我剛才講嘅法律啊、證據啊、行為啊，諸如此類啦。佢話尊重執政共產黨係符合尊重憲法嘅大前提。無線電視記者李玉坤報導。民陣被指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被警方要求提供收入來源、開支等嘅資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相信警方按法律辦事。又強調基本法保障的自由不是絕對。民陣成立以來十幾年，每年都舉辦遊行、集會，亦都多次跟警方商討細節。民陣召集人陳浩桓日前收到警方的信件，說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提供成立以來所有收入、開支和接收資金的銀行戶口帳號等的資料，以及未有再申請註冊的原因。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不評論個別個案，但重申市民言論、集會等的自由受到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保障，但是並不是無限制。這些各式各類的自由不是絕對的，它都會是依法受到一些限制，而這些限制的目的都是要尊重和維護其他人的權利，亦都要保障到香港社會的秩序和穩定。咁所以，我相信我亦都好肯定咧，警務處採取呢啲行動咧，都係按住法律嚟到去辦事。對於中聯辦早前點名批評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話佢提出修改港區國安法係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又形容佢係反華政客。林鄭月娥話：目前冇理由政府要干預公會嘅事務。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中國同澳洲關係持續惡化之際。澳洲內政部常務副部長佩蘇勒就話：自由國家已經再聽到戰鼓響起，澳洲要做好參戰準備。在野工黨批評佩蘇勒用詞過敏。喺北京，外交部話中澳關係惡化，責任不在中方。澳洲內政部常務副部長佩蘇勒趁星期日紀念一戰陣亡軍人嘅澳新軍團日，向內政部員工明言澳洲要做好參戰準備。佩蘇勒形容。自由國家已經再聽到戰鼓響起，亦都睇到面對嘅議題被軍事化。但係直到近年為止，自由國家都認為呢啲情況並唔會成為戰爭嘅催化劑。佩蘇勒認為戰爭或者係愚蠢行為，但係更加愚蠢嘅係以為拒絕思考同埋關注戰爭就可以遠離戰禍。又話雖然澳洲必須致力消弭戰爭風險，但係唔應該以當地珍貴嘅自由為代價。雖然佩蘇勒冇表明言論係針對邊一方。但是外界認為他是針對台海局勢和中國軍事威脅作出警告。內政部長安德魯斯亦都認同佩蘇勒的講法，多賺近七成九，遠好過市場預期。新闻时间，先睇下中国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广西考察的时候说，中国企业要创新才能够自强，鼓励民营企业大胆发展，又要求广西继续发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作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去到广西柳州一间有63年历史的国营机械制造厂，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研发。
这间厂是当地第一间上市的公司，1966年生产了中国第一部轮式装载机，目前在全球有20个制造基地，产品外销到过百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四五提出来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中呢，装备制造业是重中之重。那么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地走好这条道路，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近年在内地流行的螺蛳粉源自柳州，习近平同日参观了当地的螺蛳粉产业园，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小米粉大产业，民营企业敢于闯，在螺蛳粉方面闯成功。我们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党和政府呢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的，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的。所以我们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发展。央视报道，习近平关注螺蛳粉这一类特色产业在国内形成强大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无线电视记者吴慧欣报道。螺蛳粉产业园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造访，引来关于螺蛳粉受热捧的讨论。去年这一款面食的袋装销售达到110亿人民币，增长近七成，也都外销去到20几个国家和地区。柳州特产螺蛳粉汤底由柳州青螺熬制，配上酸笋、木耳、腐竹等十几种配料，一碗酸酸辣辣的螺蛳粉虏获不少内地食客的味蕾。这个味道比较香吧，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配料。高兴这个上次要吃螺蛳粉。不单止小店，连酒店大厨都用螺蛳粉参加比赛。通过这次我们那么多各个饭店、各个学校这一些那么多的高手，然后过来在一起比赛，然后一个是相互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东西也把它推广出去。原本只是夜市小食的螺蛳粉，去年开始冒起成为网红食物。去年袋装螺蛳粉销售更加有喷发式增长，达到110亿人民币，增长近七成，甚至外销去到英、美、意大利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官方人民网说，之所以能够由小米粉变成大产业，全靠政策下品牌和规模建设。螺蛳粉产业园有37间公司进驻，负责生产和加工，日产120万袋。當地去年更加成立全國第一間螺蛳粉產業學院，教授螺蛳粉生產和檢測、連鎖經營管理、電子商務等。學生畢業之後可獲安排去到公司翻工。原來大家都覺得螺蛳粉只是地攤中的小吃，螺蛳粉不可登大雅之堂。以前覺得那麼我們學習做螺蛳粉可能不是很有面子哦，但是我覺得通過產業學院，讓所有的這些喜歡螺蛳粉的學子來說，他覺得專注於螺蛳粉。进入螺蛳粉这个行业大军中的时候，它是很有面子的。央视就话，螺蛳粉已经成为柳州的一张城市卡片，同中国饮食文化输出海外的代表。转睇财经消息，古洞北新发展区第一幅的住宅地由新地中标，作价远超预期。地政总署公布，古洞营区住宅地由新地以超过86亿中标。每平方尺樓面地價7884元，較預先預期的上限大幅高出43%。項目佔地近20萬平方尺，可見樓面近120萬平方尺，上星期五接標，合共吸引10個財團競投。匯豐控股上季多賺近79%，集團擔心中美關係未明朗，會令到集團面臨制裁等的風險，但重申亞洲仍然是集團的策略重心。匯豐控股上季業績遠好過市場預期，列帳基準稅前利潤增長近79%，有近58億美元，按季更加急升超過3倍。扣除匯率和重大項目變動等因素，經調整稅前利潤亦都倍增。集團一如2月的時候公布不按季度派息，但重新會在8月公布中期業績的時候考慮是否派息。
業務重心的亞洲上季利潤微升，當中香港就要倒退34%。匯控提到未來幾個月中美關係仍然未明朗，香港的局勢發展和美國對內地政策和侵犯人權的指控等，都可能令到集團面對受相關制裁和監管等的風險。亞洲區內地緣政治風險亦都會加劇財務影響。不過管理層重申，香港以至亞洲仍然是集團策略重心，今年會再增聘500人，加強內地財富業務。Shifting three of our four global business chief executives to Hong Kong is a very logical move for us. We think we can get great returns down there. Expect to hire around about another 500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year as part of a multi-year program to build a much more significant wealth presence in China.匯控今年的目標是亞洲財富管理業務資產能夠達到雙位數的增長，其他地區亦都期望會有單位數的升幅。無線電視記者李希彤報導。睇啲金融行情，恆生指數收報28,941點，跌11點，全日總成交1454億。歐洲股市，倫敦富時100指數跌14點，巴黎 CAC 指數跌9點，德國 DAX 指數跌50點。轉頭仲會報導，廿幾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因為症狀同新冠病毒相似，需要強檢。消防員如果要長時間執勤，災難現場有冇洗手間，確實好麻煩。日本就有消防車變成流動廁所。翻嚟新聞時間，政府昨晚深夜刊憲，25個指定地方要強制接受檢測，包括22間學校，原因係爆發上呼吸道感染。當局認為謹慎起見，亦都要檢測。要強制檢測的22間學校冇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而是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全部要停課1個禮拜。但是屯門區就有4間小學同幼稚園，有家長帶同小朋友去區內的檢測中心做檢測。咁咪早啲嚟帶佢做咯，即係所有有細菌嘅，咁咪早啲檢測，大家安心啲咯。我哋都做咗好多安全措施嘅，佢哋學校都唔俾嘅，食嘢都唔俾食噶啦，只可以最多俾佢哋又飲下水嘅啫。盡量都唔俾佢哋除低口罩噶啦，所以都安心嘅，安心嘅。政府話上呼吸道感染症狀同新冠病毒相似，為謹慎起見，將呢22間學校納入強制檢測公告。根據衛生署指引，學校4日裏邊有3宗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就界定為有爆發。病徵包括發燒同流鼻水。有專科醫生話：而家過咗流感高峰期，但小朋友抵抗力弱，出現呢類病徵機會仍然高。幼稚園啊，小學嘅學生咧，佢哋嗰個衞生意識可能係相對比較薄弱啲啦，同埋佢哋嘅免疫系統咧，即係可能都冇大人咁好啦。上呼吸道嘅感染咧，其實都有其他嘅病毒咧可以引致得到嘅，譬如包括腺病毒啦、鼻病毒啦。或者是一些副流感病毒啦。曾其恩說引致上呼吸道感染的成因多，建議當局盡快釐清和新冠病毒有沒有關聯，釋除公眾疑慮。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瑩報導。文憑試英文科1年2日開考，今屆繼續因為疫情關係取消考試。48,000多人報考的英文科，第一日考閱讀和寫作卷。閱讀卷夾報必答部分有3篇短文章，關於快餐文化、健康飲食趨勢和酒店業的可持續發展。閱報選答題2選1，答程度比較淺的一題，網上討論區有關屋苑種植的貼文，最高評級只是4。比較難的 B2 題，最高評級是5星星，有關太空探索，當中問及第一位登陸月球的太空人岩士堂經典名句的意思。題目深淺，我覺得都一般，又冇話特別容易，又冇話特別難咯。我嘅要求唔係好高，所以冇揀 B2。有英文科老師認為今年閱讀卷易合格，難高分。今年都比較多 graphics 嘅嘢啦，同埋 summary close 嘅嘢咯。
咁就變咗呢啲其實平時都係同學仔難掌握嘅，因為佢又要佢啲 grammar 係準確嘅咁樣咯。呢一個就係比較難嘅，亦都多咗一啲要佢哋解釋嘅一啲題目咯。佢唔係淨係需要識得每一個字，而係佢要理解文章背後嘅一啲意義咁樣咯，或者嗰句句子點解個作者咁樣用啊？至於寫作卷，必答題第一次要求學生寫演講詞，介紹學校嘉年華。八題揀一題嘅題目，包括寫信俾報紙編輯，建議點樣鼓勵市民買電動車，或者以網絡紅人係咪比傳統廣告更加值得信任為題，寫議論文等等。連續兩屆因為疫情而取消嘅考試，所佔10%嘅分數，將會平均分到其餘三份試卷。考生在完成英文科卷一和卷二之后，星期三还有卷三，即是聆听及综合能力考试。无线电视记者李慧仪报道。警方捣破一宗跨境伦敦金骗案，超过100个内地人被骗，涉款超过2亿，拉了7人。警方在行动里面检获电脑、银行记录和83万元现金等等。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星期一以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拘捕5男2女，介乎35至76岁，包括涉案本地投资公司负责人、董事和户口持有人，冻结相关人士资产合共7700万。警方說涉案本地投資公司在2013年至2018年期間，透過一間內地公司誘使受害人將網上投資戶口和密碼交給內地中介操控，作出不合理倫敦金買賣，例如高頻率和不符合投資邏輯的交易，令到受害人損失全數本金，騙徒就透過收取大額交易費獲利。警方說今次是涉及倫敦金騙案第一次發現有本港騙徒透過內地公司行騙，案中116个受害人全部是內地人，合共損失超過2億3000万，最大一宗損失是1300万。本地詐騙集團利用內地資產管理公司作為一個代理，在內地舉行多次的投資講座，以高回報，即大約保障每年回報13至27厘，有使一些內地的受害人是相信香港金融體系，相信我們的倫敦金買賣是一個正確的一個買賣，所以就去將他們的一些投資或者他們畢生血汗錢，就是透過中介交給香港這個倫敦金的公司。警方提醒倫敦金投資複雜，買賣前應該留意公司背景，不應該輕信社交媒體推介，並且要核對每一次的交易記錄。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斯報導。河南有校長發表熟蛋可以變回做生蛋並呼出雞隻的論文，被官方和輿論抨擊反科學，學校和發表論文的期刊遭到調查。烚熟的雞蛋竟然可以孵出雞仔。河南鄭州一間職業培訓學校校長郭平聲稱做過實驗證明可以，他說同學生利用超心理意識能量成功令到40多隻熟蛋翻生。我鸡蛋反生，煮熟反生以后，现在已经孵化出小鸡了。我孵化出来的小鸡现在正常在下蛋。我有一句话就告诉你，时光倒流，最通俗易懂的就是只能是这样子来告诉你的。他向吉林省新闻广电局主管的写真地理期刊投稿，职员说一般投稿费是800元人民币。原本只是接受地理相关文章，不过专业人员审核之后决定批准郭平的实验报告出版。内地传媒报道，郑州市人社局2年前批准郭平成立职业培训学校，招募中小学生参加超感知全能全脑班、原子能量波动速读班等课程，开发学童潜能。郭平说已经培训了上100个功能儿童。我是超心理学学术委的主任，国际华人超心理学的负责人，专门针对孩子运用超心理学来学习的。我能让你孩子从水里边炖出东西，从土里炖出东西，然后空中能抓住东西来。有网民嘲讽郭平的学校是不是小说《哈利波特》的霍格华兹中国分校。央视亦都发表评论，说相信魔法学院的学生都不敢这样乱讲，批评有人披着科学的外衣胡编乱造，污染学术环境，误人子弟，侮辱了读者的智商。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已经成立工作组进驻写真地理调查。
將會嚴肅處理違規問題。鄭州市人社局亦都去到涉事嘅學校調查。無線電視嘅係有23度，相對濕度91%。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路邊監測站係中嘅水平。7:30新聞報道完，再見。